像我实际找来一个滑雪安全帽来做测试，那无论是你要在运动的安全帽，或是在行车的安全帽上使用这个 Headlamp 都是可以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实际听一下这个音乐，透过共振的方式而产生的效果。现在还没有放在安全帽上的声音大概是这样。好。可以发现，透过共振之后的一个音效跟声音都是非常的清晰，而且是比较好听的。所以，因此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共振音箱，你在行车或在运动的时候，想要聆听音乐，可以获得更安全的一个保障。